是 IJK， 就是要给你最新最快的 JK 资讯。大好人韩国啪啪手 JK 观众指定访问 Trouble Maker。之前呢、啊，这个大家说什么舞台情侣档啊，私下情侣档啊，让他们自己来聊聊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到底好不好啊 ？Hot 2011网友们最爱分享的韩流 MV， 到底是哪些作品被分享的次数最高呢？最精彩的节目内容就在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，就是 IJK。